而家睇下爺個壓力大到咩地步，中央點樣真正定性？佢唔俾你打開你個缺口。佢如果決定唔俾你打開你個缺口，特區政府就要承擔一個咁嘅責任，係咪啊？就係俾我哋告上法院。如果佢唔辦理呢個補償，我司法覆核佢，我準備定㗎啦。玩就要玩到底啊嘛，玩盡啲啊嘛，係咪？而家有啲人可能留底啊，死啦，上咗賊船啦，總之唔會參加啦。來不及啦，係咪？我要話俾大家聽，現在已經來不及啦，係咪啊？冇得褪㗎啦，而家係幾過癮啊！你話真係係嘛？佢有可能㗎，而家諗諗下，啱啱發起癲上嚟，佢真係。叫你修改法例，午夜立法啫嘛，你立法會佢就夠數噶啦。而家成日都搏懵咧，我哋冇咗五個議員，佢話全體議員係55個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咁所以咪全體議員去北京，咪去上海參觀世博咯，冇咗我哋5件咯。社民連係全中添，我哋得3個啫嘛。社民連嘅全體議員就3個，社民連參加5區總辭就社民連總辭嘅，係嘛？喂，公民黨而家交2件出嚟，仲有2.5件喺立法會啊嘛，即係湯家華，我當佢半個嘅啫，仲有2.5個喺立法會啊嘛，係咪？你而家行出嚟問親5區公投嗰啲嘢，搏咪就楊眉啊嘛，我哋個女神係嘛？我哋3個完全冇曬聲嘅，你睇唔睇到啊？你話我哋社民連個犧牲幾大，但唔緊要，我哋啲聲音唔一定喺啲主流媒體度出現，我喺互聯網可以出現，我落地區同啲選民。跟居民直接接觸可以出現，我今天來科大對著100-200個年輕人、年輕女可以出現，是吧？我影響得幾多個人就幾多個人，大家告訴大家516去投票，是吧？我們現在天天做這些事，其實選舉就是這樣，是吧？所有群眾運動你都是要多條多，最成功的競選經營，所謂 campaign management 就是多條多，靠報紙靠主流媒體是死得，我告訴你，是吧？奧巴馬都是靠奧巴馬 girl 啫，大佬，係咪？都喺個互聯網嗰度，係嘛？所以我哋都唔會擔心，即係話跟住落嚟，出現啲咩變數，同埋個投票率會有幾低，同埋究竟有冇人出嚟選？我可以喺度同大家講，冇人出嚟選就唔係公投，係冇所謂不戰而勝呢個問題。全世界冇一個公投。是沒有人去投票的，大佬，是不是？所以個選舉一定要進行，所以我們一定歡迎肥媽、白韻琴甚至王夏偉，是吧？他們都可以出來參選，是吧？因為他們出來就是支持5區公投的，在我的立場來說，因為你一定要人來選，那你才能去投票的，大佬，你去投票，那個公投才會出現，對吧？是不是？有些人就拗 AB 隊是不是找個對手，不用找對手，同一個議題都可以的，是吧？所以即使投票率低，因為建制派杯葛，民建聯不去選，工聯會不去選，自由黨不去選，因為阿爺吹雞他全部都跪低，沒問題，是吧？他們不去選沒問題，是吧？但是總是有些人覺得我給50,000元保證金，找100個人提名不難，最多就沒了50,000元，但是你登個廣告都唔止50,000元啦，咁出名啊嘛，參加場咁嘅選舉，咁咪有著數，咁咪如果做律師嘅啦，揾生意嗰啲又得，唔係做會計師嗰啲又得，做保險啊更加要參選啦，係咪？等多啲人識你，靠得住，你立法會議員都去選啊，咁揾佢買保險嘅靠得住啦，係咪先咁樣啊嘛？點嗰啲漁夫漁婦啊，係嘛？唔理你咩理由，每個區有人出嚟選，這個公投就出現，係嘛？喺社民連嘅立場。特別係黃毓民呢、這個已經過氣嘅主席嘅立場咧，我當我而家已經係功德圓滿，因為我哋 set 咗一個咁嘅 agenda， 令到香港政治生態出現前所未有嘅改變，令到民主派正式分裂，係嘛？幾好啊！真係，舊陣時你貌合神離啊，因為我哋要團結嘅，唔好俾人睇到我哋分裂嘅，即係自己呃自己啊嘛！你一家人嘈冤巴閉，家衰口不停喎，係嘛？家和萬事興，但係你夾硬家和，邊有得家和啫？你行你嘅陽關道，我走我嘅獨木橋。你要終結普選大聯盟，我要5區公投，係嘛？你要擦阿爺鞋，我要激阿爺。乜大佬真係南言北切！我哋所作所為就令到共產黨扎扎跳，係咁揼地，係嘛？你嘅所作所為就係共產黨啊，乖啦！最近表現真係唔錯，係嘛？
你的成功就是我失败，我五區公投成功就证明你民主党是错的。今天在这个运动来讲，根本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。这个运动完了之后，你可以重新整合，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思维的方式，是吧？我们是为相同而团结，不是为团结而相同。这个是我过去一直讲的。2008年在我参选之前7月份，我出了本书，又写了一篇文章叫《民主派没有不分裂的本钱》。我是预告，当我政改方案摆上议程的时候，民主派就要分裂，是吧？但我觉得这种分裂无坏的，对整个民主运动，是吧？整个民主派的政治版图要重组，很简单，是吧？我们领导阶层平均年龄34岁。当日我们开会员大会，有电视台、电台几间电视台来要做 photo call， 先打个电话问下，我们想入来拍张照先做个 photo call， 你觉得不得？有没有阻你们开会呢？这个就是形势比人强。 OK， 跟着个选举一员陶君衡做主席，是不是即日的电视新闻播、电台新闻播，第日报纸张张都有报道这个社民联的新，即是新领导层，短短3年多，是吧？所以我成日同我哋啲年青朋友讲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乜都唔做，咩都冇发生，做少少嘢，你就会发生好多嘢。我而家掟个石头落个海度，仲未沉啊，到而家仲喺度养下养下，系咪？所以点解社民联要提出这个五区总辞、全民公决、争取2012双普选，个道理就喺呢度。我唔可以一路等啊！我唔可以喺度照你民主派嗰种三部曲游行、签名，跟住绝食，系嘛？后来加多一样跳海，然后起翻身，系嘛？冇用噶啦，系嘛？你年年都叫我游行，又到政府总部，跟住就和平散去。我而家就搞到你冇得和平散去，几镬喺中联办都系我哋搞，我哋吹咩？所以今朝咪拉人咯。我哋10月1日嗰单，我哋而家主席俾人拉咗，系咪？袭警。10月25日为咗抗议佢判刘晓波11年，去中联办示威，冲入去，啊，跟住有个婆娘，我就系共产党嗰次，用手嚟拉人啦，今朝拉人，系咪？拉支聯會啲人啦，係嘛？咁就其實李卓人啦、梁耀昌，唔係啊，蔡耀昌嗰啲都好冤枉嘅，佢哋屆時都和平散去噶嘛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呢啲真係俾我哋拖累啦，係咪？1月1日，最後喺中聯辦嗰1000多人，大部分都係社民聯嘅抗爭，係不斷要升級嘅。我話俾大家聽，係咪先？咁咪你要喐手拉人咯。所以我哋同嗰啲人講，加入社民聯，如果想去示威嘅，記住要俾人拉先得。不是不要去，是吧？我们有分的，怕死那些后面都可以的，做大些东西，是吧？我可以什么街景在前面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还有一站，你控制他不到的，那党不叫他做，他都去做的，自动播的，他真的死不死，回国那天，唐英年扔鞋那个都告诉我们的嘛。